然后这边呢，我们来挑战这个因陀罗地狱级啊。那我们今天先来试一试这个迪迦这个配置好了，好不好？感觉迪迦的队伍应该蛮好打的哈，全光全神 ，OK。来啊，第一关好，二话不说，先洗一波。先屌洗一波技能，好，洗了差不多之后呢，就可以把它带走了。好，第二关很简单哈，第二关直接消个，随便消个 SD 就可以过去了。好，再来呢，第三关师婆这边会转出大量的水珠给你哈，这边的话我们用大圣直接把水转光。OK， 然后直接转。然后这边的话呢，开你的迪迦哈，然后开变身，开寡妇，好，完美剧本，完美剧本。好，接下来下一关两只小怪哈，两只小模拟，这边的话一样是开寡妇。好的，接下来攻前盾这个地方非常简单。攻前盾这个地方，来一 C， 两 C， 好，给他攻一下，给他攻一下，好，然后再开这个，再开变身，再开寡妇，血量是1700万而已。好，再来到七 combo 盾哈，神族以外技能重置，我们这队全部都是神族，所以不用担心，好吗？那我们这边的话，开第一只迪迦，好，直接把版面还原，然后再开寡妇，好，最后一关的话就把所有的技能全开，听好啊，所有的技能全开啊，开错技能啊，算了算了，没差，好，这边直接开大黑天，开寡妇，开这个。开这个，来吃我一吸好不好？吃我一吸，轻轻松松啊！全双成就，完美剧本。大黑天，如果说你没有大黑天的话，可以换个光巴比伦牌珠啊之类的，或者是你用龙科绿珠也可以。嗯，我什么三场？我是在帮你们试剧本啊，对，我这个正常，这个完美剧本只试了一场，好吗？一场。